宝宝，宝宝，你醒那么早干嘛？宝宝，我太阳能，要起来，要起来洗澡了。太阳能，等子要不？洗澡了，开始了，现在要去抓猪。别丢旗子，先刮起来。把盆拿走，把个狗拦走。没记得，把门关着。我来你。帮我。你是我。哎呦！你，听说过粮食放完的，给你白起，没事把尾巴绷起，给你浇灌了，就行。这个粮食。刚好放进了盆里面，只有盆那么大。这是猪生最后一个澡，猪生第一次洗澡，也是最后一个澡。刚好睡得下他。你叫行不行？一阵咸喽。我跟你说。你等起来，我捡点脚的来头的，拿起的。雅雅，你手里很烂，我叫雅雅。啊？我感觉你手里很烂。我砸到机关了，怎么现在？要来哟！现在开始刮毛了。来没来的好哦。果子洗干净的，果子洗干净的，果子蒸了炒菜的。别说温度要足够，其实最好，水清一斤的蒸着放过你。那是在搞钱，那是在搞钱。修的，待叫修枝修的差不多了。过年陪妈妈。现在猪处理的差不多了，刚滑掉了，大家都来帮忙。现在处理好了，然后就开始要下猪头了，然后要开始分边了。